穿过两条平行线，这个呢两条平线，这个呢是平行A， 这个直线是 B， 这个呢是 A 平行于 B， 一三二。刚才这是这个教室是四五六年级，然后四五六年级呢由郭老师一个人教，因为我们没有教室，所以只好三个年级在一个教室，而且高年级的孩子相对少一点，所以呢我们就看到有一个年级在上课，两个年级在自习啊，相对比较还算比较有序啊。我们去备战。共产主义解放了，你看革命没光荣，爱国爱祖国，爱着你，谢谢的红领巾，飘摇的前行，不怕困难，不怕敌人，我还是学习接受着，下次胜利有个成绩，下次胜利有个成绩，下次胜利。Yeah.